香港这个百年来几代人建设起来的东方之珠，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饱受打压，黯淡无光。那么，你是否知道这一切都是一本关于习近平情人的地摊小说引发的吗？你是否知道这其中包含着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 二零一五年的十月十四号到二十四号，在短短的十天的时间里面，位于香港的一个出版机构巨牛传媒有限公司以及它旗下的铜锣湾书店遭遇了灭顶之灾，先后有四个高管和股东离奇失踪，他们分别是铜锣湾书店的总经理吕波在深圳的居所中失踪，股东桂明海在泰国芭提雅的公寓中被人绑架。 业务经理张志平在东莞凤岗镇失踪。红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在罗湖关口过关的时候被人带走。两个月后，这个公司的最后一个股东李波于十二月三十号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后，在公司的仓库里面失踪。之后啊，就是我们熟悉的剧情：五个人在失踪不久后都先后出现在大陆和海外的官方喉舌上。 分别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星岛日报》、《澎湃新闻》公开认罪。其中，李波在访问中声称啊，自己是自愿偷渡回内地协助调查。五个人中，除了瑞典籍的桂明海被扣押，后来还被判刑之外，其他四个人啊，先后都返回了香港。更神奇的是，他们四个都不承认自己失踪了，不约而同地要求香港警方销案，还同时声称啊。 不需要香港政府协助，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出版公司，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离奇的案子？它的背后又有什么惊天的秘密呢？我们都知道啊，香港一直以来出版业非常发达，尤其是港英时代，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在九七年回归之后，虽然被中共管制，但毕竟还有名义上的一国两制。 所以，出版的自由还有一定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因为特殊的环境，成了中国政治敏感类书籍的最大出版地。很多关于中共官场的传闻和内容啊，都是通过香港出版的。在大陆高压的政治环境中啊，这些书籍不管内容的真假、啊，都是很多大陆人了解政治的一个难得的窗口和渠道。所以在反送中之前，很多去香港旅游的大陆人啊。 都会顺便买几本禁书回来看一看，因为在国内啊是肯定看不到的。这种事儿我也干过啊。二零一六年我有个朋友去香港，我就拜托他给我买了一本《沈冰自述：我和周永康的故事》这本书，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以后有空我给大家说一说。正是因为国内甚至海外华人中有大量的这种阅读需求，所以在香港啊就催生了很多专门出版这类政治敏感书籍的出版公司和书店。 巨牛传媒和他旗下的铜锣湾书店啊，就是吃这碗饭的。他们经常会出版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故事，通过各种渠道向大陆和海外华人销售。坦率地说啊，这类书籍啊，它不是严谨的传记作品和学术作品，有点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地摊文学。有一些真材实料，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捕风捉影的创作。 完全靠读者自己去分辨。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这类书籍啊就已经成行成市，非常流行了。什么江泽民和宋祖英的故事，胡锦涛的女儿和女婿的故事，流行一时。中共的高层啊，其实早就知道这些书籍的存在，当然、啊、他们也是不爽的，但是碍于一国两制，毕竟还要装一装样子，所以对这种情况呢，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香港这种自由的出版环境的存在啊，对于中共也是有用的。中共高层在内斗的时候，都是通过香港的出版社放出对手的不利消息，甚至有些他们不方便在国内说的话，也会在香港通过出书来说。比如李鹏，他为了给自己洗白六四的责任，就准备在香港出版《李鹏六四日记》，后来呢，又拿到美国去出版。 这也是中共高层容忍香港出版政治类书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习近平上台后，这一切都走到了尽头。二零一五年，正是习近平上台后大搞特搞反腐运动、清洗政治对手，在国内树立独裁权威的时候，在国内，习近平动辄以妄议中央、寻衅滋事为名。 到处挥舞铁拳打压反对质疑的声音，包括我们熟悉的七零九维权律师大抓捕，在二十三个省抓了上百名的维权律师。在海外呢，习近平也想杀鸡儆猴，找个目标来开刀。铜锣湾书店啊，就撞在了枪口上。二零一五年，铜锣湾书店准备出版一本书，叫做《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希洛。 他是个美籍华人，主要是为香港的书商提供这类的政治题材作品。他还写过薄西来、周永康之类的。这本《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其实是一本商业化的作品，作者是根据采访住在纽约法拉盛的福建、浙江两地的移民，根据他们提供的很多关于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任职时候的传闻柔合起来写成了这本书。 主要内容就是讲习近平和两任妻子以及八个情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涵盖了习近平从清华求学到当上领袖的每个阶段。这本书我看过啊，说实话，不吹不黑，真的是一本标准的地摊文学。其中有很多内容都很离谱啊，完全就是猎奇。比如他说啊，薄熙来是习近平的性学导师，年轻的时候带着习近平去泡妞。 当官后还为习近平拉皮条，书中还夸张的描写了习近平曾经向某知名女星学床上功夫、采阴补阳术，这些东西说实话啊，就是逗个乐，没有必要当真。铜锣湾书店之前也出版过很多这类的书籍，其实就是为了挣点钱，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这种书在香港的书店里面啊，一抓一大把，多的数不清。但是没想到啊。 这本地摊文学还真的有人上头了，当真呐、啊！这个人就是习近平。铜锣湾书店的这本书出版后啊，立马就引起了中共国安部门的注意。随后呢，就发生了五个相关人员失踪的事儿。这种跨境绑架的大型行动啊，在任何一个国家，情报部门虽然是执行部门，但是他们是绝对没有做出这种决定的权限的。 这种跨境行动啊，而且是涉及到持有外国护照的华人，比如桂明海，他就是瑞典籍的。如果没有最高领袖的授意，恐怕谁也不敢干。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海外绑架的行动一定是习近平拍板决定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当事人林荣基在大陆被关了半年，大陆的国安呢就要求他回香港。 把铜锣湾书店的客户资料拿回大陆，准备按照名单来抓捕。但是林容基在回到香港不久后，不想害人害己，所以就打破了沉默，召开记者会，向香港媒体公开了自己的遭遇。这个事儿很快就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按照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大陆的公安或者是国安是没有在香港执法的权限的，何况你还是非法绑架。 那实际上就是打着国家旗号的犯罪啊！而且香港虽然回归了，但作为特别行政区，它和大陆之间是没有引渡协议的。就算是一个人在香港确实犯了法，那也应该是香港司法机构来处理，轮不到大陆执法机构插手。何况按照香港基本法，政治类的表达，像写书这种事儿，根本就不是犯罪，不容乱来。虽然香港在回归后被中共大面积渗透。 自由的环境越来越差，但是好歹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期啊，还能维持面子上的平衡，一直采用能骗就骗的那种策略，不会做的那么绝。习近平这下可好啊，完全不把香港当回事儿，扯下了一国两制的遮羞布，像内地一样啊，想怎么乱来就怎么乱来。香港人本来就因为普选、二十三条立法等窝了一肚子的气。 特别是二零一四年前后，有一百二十万香港人参加的争取普选的雨伞运动，最终被镇压，无果而终。很多香港人内心都有一股不平之气，这次习近平欺负到头上来，那肯定就不能沉默了。所以在林容基公开真相之后，六千多名香港人就走上了街头，到香港的中联办门口去抗议，痛骂中共破坏“一国两制”，将铁拳伸向香港。 触到了香港自由的底线，这个事儿呢，也成为二零一六年度香港十大人权新闻之首，同时呢，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针对中共和习近平的批评啊，一时间铺天盖地。在香港民众的压力下，港府的官员二零一六年七月初啊，就到北京跟中共公安部商讨铜锣湾书店事件，要求改善中港两地的通报机制。当时的香港保安局局长。 黎栋国还表示，中国所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香港没有法律效力，中港两地也没有引渡安排。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想的太简单了。在铜锣湾的事件中，因为法律和司法的层面，中共都不占理，所以中共在这个事儿之后呢，就一直对港府施加压力，试图从引渡机制方面入手，打破在香港执法限制的这种困局。 把境外执法合法化，因为只要有了引渡的条约，以后中共在香港为所欲为啊，那就有了法律的保障，可以顺理成章了。但是这个东西并不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内，港府在香港民众的压力之下呢，虽然屈从于北京的压力，但是也没有好的理由去推动，所以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安排的事儿就搁置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机会送上了门。二零一八年的二月，台北市大同区紫园旅店发生了一宗命案，一个来自香港的女生潘小颖被人杀害。当时呢，她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她被凶手弃尸在台北的一个公园的草丛中。案发后啊，和她一起到台湾旅行的男友陈同佳作为最大的犯罪嫌疑人逃回了香港。 这个成龙家是出生在深圳，后来跟随家人移居香港。因为台湾和香港之间也没有引渡协议，所以这个案子发生后啊，尽管台湾的警方公布了相关的证据，向香港律政司前后三次提出了引渡的请求，但是港府以港台两地并没有引渡机制为理由，没有答应台湾的请求。台湾的地检署无奈之下，只能在二零一八年的十二月三号。 正式对陈同佳发出了时效长达三十七年零六个月的通缉令。港府虽然拒绝了引渡，但是却让中共看到了机会啊！中共中央纪委于二零一九年初就向港府提出建议，就是修订香港原有的逃犯条例草案，允许香港和大陆、澳门、台湾之间建立引渡协议。中共的这个建议很明显就是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就是想借这个案子建立两岸三地的引渡协议，方便中共海外执法。港府原本对和台湾建立引渡机制一点都不热心。前面说了啊，台湾之前三次提出引渡要求，港府都拒绝了。但是在中共的压力之下，二零一九年的二月，港府的态度呢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香港保安局主动提出要修改逃犯条例，建立两岸三地的引渡机制。 港府的这个态度转变的太快太突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就是借陈同佳这个案子实现背后中共大老板的意图。所以修改逃犯条例的建议提出来之后呢，马上就遭到了香港民间和台湾方面的反对。香港的泛民主派建议政府啊，专案专办，向台湾移交犯罪嫌疑人陈同佳就行了，没有必要修改法律。 台湾方面的态度呢，也发生了大转变。之前一直要求引渡陈同佳的台湾当局表示啊，修改法律后，在香港的台湾人就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所以蔡英文当局啊，明确拒绝接收陈同佳，就这个案子移交疑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修改法律后移交，我们就不要了。所以这个原本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在两岸三地不同的政治考量下。 一下就变成了极为复杂的政治算计和博弈，在香港和台湾啊都引起了民意的汹涌和反弹，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啊，真正在推动这个事儿的背后主角啊就是中共，从来不关心人民权利的中共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推动这个修例，最终的目的啊不过是为了把习近平的铁拳延伸到两岸三地，如果一旦达成啊，以后不仅大陆没有人敢反对他。 就是台港澳三地恐怕也会噤若寒蝉，但是听命于北京的林郑月娥政府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民意的爆发，反而在中共持续不断的压力下一意孤行，执意要推动修改逃犯条例。这种中共搭台港府唱戏的剧本啊，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呢，很快就爆发了我们熟悉的反送中运动。 二零一九年的三月十五号，港人开始在港府总部发起静坐，要求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三个月的时间中啊，先后有超过百万的港人参加了游行。不过，港府不顾港人的强烈反对，继续强行推动修订。六月十六号，触发了香港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有超过两百万的港人走上街头表达反对。香港当时的总人口也才七百万出头啊。 两百万人上了街，三分之一的人啊，可见修例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到了当年的九月，顶不住压力的这个林郑月娥政府啊，就撤回了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但是他拒绝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的这种滥用暴力的行为。同时呢，他们还制定了禁止蒙面条例，引发了更大的冲突。这个时候，香港人已经认识到了，光反对修例是不够的，因为普通人的权利之所以屡屡被威胁啊。 根子不只是因为修例，所以呢，港人就提出了五大诉求，分别是：第一，完全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第二，撤回暴动的定性；第三，释放被捕者且撤回控罪；第四呢，就是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武力的问题；第五呢，就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 但是中共的强力管控下的港府啊，显然是不会答应的啊，因为他们背后的习近平不会答应。相反啊，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啊，他的字典里是没有慈悲和妥协的选项的。你不服从他，他就一定会把你当作敌人干掉。所以，尽管香港人的五大诉求其实是很温和，但是在习近平看来啊，香港人的反抗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声援，这就是对他领袖权威的最大挑战。 所以啊，他不惜以杀死香港作为报复，甚至连买通香港黑社会来当打手这种下三滥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元朗白衣人的那个袭击事件。其实，中共的红色家族在香港普遍都有很深的利益。香港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让他成为中共红色家族首选的洗钱出海的宝地啊。包括习近平家族啊，根据《纽约时报》二零二零年八月的报道，早在一九九一年。 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就在香港开始购买房地产，他们一家三口成立了一家卓越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关系炒卖香港的地皮，大赚特赚。齐巧巧的女儿张艳楠在2009年以1.5亿现金的价格买入了浅水湾丽景道的一间独立屋，这个交易是一笔付清，没有贷款。 此外呢，张燕南还至少拥有其他五个地方的公寓，总价值超过三亿港元。保守估计啊，习近平家族在香港的资产超过了四点三亿港币。另外，倪湛书的女儿倪千新在香港也有一栋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四栋海景联排别墅，而且她还在赫赫有名的半岛酒店有股份。汪洋的女儿汪西莎在二零一零年的时候在香港也购买了一处价值两百万美元的住宅。 等等啊，数不胜数。即便有这么多的利益在香港，但是当港人的抗议威胁到习近平的统治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留情的下了狠手。因为对于独裁者来说啊，扼杀一切反抗的源泉是保存权力的核心。二零二零年的六月三十号，中共的人大常委会绕过香港的立法程序，直接为香港制定了港区国安法。 这个法律通过设立中共驻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赋予香港警方绕开司法体制的特权，以及特首有权指定审理法官等等方式，事实上在法律层面宣告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啊，中共在香港完全可以为所欲为，香港跟内地的城市啊已经没有了本质区别。 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的短短四个月之内，香港警方就根据中共的这个恶法拘捕了超过一万人，最小的只有十一岁，最大的八十四岁，有超过两千八百人被检控，超过一千一百七十人被定罪，这也是香港开埠以来从未有过的黑暗时刻。但是我们也看到啊，数百万香港人并没有被吓倒，为了守住自由的底线。 前赴后继，以巨大的代价对抗中共和港府的镇压。虽然目前是失败了，但是却揭露了中共“一国两制”的谎言本质，使得闻名世界的国家呢惊醒过来，间接的造就了今天中共被国际社会所孤立和遗弃的这种局面。所以说呢，港人的抗争也不是说毫无成果。我之前在讲西藏问题的视频中说过啊。 “一国两制”作为中共最具欺骗性的政治大饼，它其实并不是从香港才开始的。实际上，1951年中共和达赖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就是最早的一国两制，里面也曾经明确的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但是啊，这个最早的一国两制只实行了八年就宣告死亡。 香港比西藏稍微好一点啊，一国两制满打满算实行了二十三年，在港区国安法实行后，可以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啊已经名存实亡。特别是近期啊，香港当局居然以国安法为借口，向海外流亡的政治犯发出通缉令，可以实实在在,在的说明啊，现在的香港其实在政治上和一个内地的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自由的香港。 已经被习近平摧毁了，但是香港人在反送中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香江精神和气魄，确实也无愧于华人之光、东方之珠的美誉。对于这个世界的集权政府而言啊，它是不可能允许一个可以和自己分庭抗礼的地方自治政府存在的，因为这是对集权最大的威胁。 特别是像香港这种依托现代文明和民主自由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城市，它的存在啊，对于中共的体制而言啊，本质上就是一种对比和反讽，说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绝不为过。所以从长远来看啊，中共是不可能允许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的香港的存在，这也是他们曾经允诺香港人普选，但是后来绝不松口的原因。你的民主自由，大陆人民都看在眼里了。 要是大陆人民以后也提出这样的要求，共产党还能坐稳江山吗？所以打压香港、扼杀香港，对于中共其实都是迟早的事儿。邓小平之所以当年满口谎言承诺五十年不变，那是因为当年他们穷，还需要香港这个招商引资、引进技术的窗口。现在他们翅膀硬了、有钱了，那就不需要香港了，香港的自由也就到了终结的时刻。 所以，习近平因为一本地摊文学，搞死了百年努力才建设起来的东方之珠，看起来像是一个类似于蝴蝶效应引发的笑话。但是仔细想一下，这也是完全符合中共执政逻辑的必然，只不过习近平把这个结果提前了而已。其实就算是没有习近平啊，只要中共还在统治，香港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当然。 今天的香港已经被中共搞得千疮百孔，气息奄奄。无数的香港中产阶层和年轻一代，只能够无奈的选择背井离乡，远走海外，寻找下一个自由之地。但是我相信，这个伟大的城市不会永远黯淡，荣光终将归于香港。它迟早会和大陆人民一起，推翻暴政，重获自由。我相信会有那一天。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